咋了？亚运逛街？孤儿院了。卡师傅，卡师傅，这亚运冠军来了，冠军，你爹来了。亚运冠军，为什么别人都有那种欢迎仪式，你没有啊？没回家呀？哇，回去搞一下盘面呀！不要再搞了呀！光宗耀祖啊！我看那个 PYW， 看那个 PJ， 我操，看的，怎么说呢？有点尴尬。一个小区的老人都来了。回家呀，回家搞一下仪式呀。没有仪式呀。超哥有，就你跟星月没有啊？卡神呀，明天去哪个队混？怎么全是空的 ？A star， 到底是谁 ？A star 恨不得把我杀了呀 ！A star， 没事啊，确实恨不得把卡神杀了。就连啤酒每天都在攻击卡神。这种怪物，放他妈的屁！一出来就一句太恶心了，卡神太恶心了。皮柱啊！皮柱是真恶心，老子妈的跟他说了两句一起走，他就是不一起走。他说不，我就要在中，我就要在中。我跟他说三遍，我说你来跟着我吧，我们两个随便上。不，我就要在中，德中我哪也不去。没办法，不知道说什么好吧。没办法呀，你新来的呀，卡卡。没有，我什么刺激剑，我还是个烂。我们两个随便杀几把是。不，我就要在中关键剑。那这次他能把我工资发了就好了。现在就一个月的工资。主播，你昨天那个一直录说话的是印度人吗？是的。卡上你那个退役微博什么时候发？退役要发微博吗？退役要发微博的呀，那下别人就是宣布一下你退役了。我什么时候退役了？你没退役吧？我说你退役了，我就退役了。但是我退役的时候你没退役啊？什么时候复出啊？明年去哪个队啊？明天去，先去德国请大边哥出战。那可要三顾茅庐啊，要请一下的。老爷八王是不是最火啊？为什么感觉他们无论怎么换，老爷都这么厉害啊？这个游戏理念在哪呀？一定看自己的惊呆了，好吧，打得太好了，跟之前预选赛打说实话是有点菜的，不预选赛之前没久。感觉是李恐怖选手太牛逼了，一到题啊就牛逼，好吧。李恐怖选手跟赛苏一边不那么牛，你不累吗？赛苏压制住，一晚上没休息。不是牛神什么太秀了，我操！他是颜色的书啊。明天组建德国战车，卡森有没有兴趣加入？不带卖国贼，老子他妈打死只打中国队，好吧？德国战车是什么意思啊？去德国打是吧？不是啊，看见东西，开一辆德国战车撵出去啊！什么？那什么？为什么要德国战车不要中国战车啊？你他妈汉奸！你们你需要去德国队，粉丝直接搬家，妈的，用那卡斯直接搬家惨了，好吧？打比要回家，哎，房子呢？房子不见了。赢的比赛没有家，卡勾，直接搬家惨掉。哎，你没发现今年那个语音是那个 FI 对你说的那句话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是你说他那个杜姆一选有什么用？他不回，啊、要不你来吗？人呢？两个一选啊？没说，他没说。那是另外一句说的，都是造谣造出来的，不要再搞了，这个。哎，我听说是这么说的啊！没解要讲，没事，想要老爷夺冠，想要亚夺冠。老爷那个要打决赛，是谁夺冠呢？卡神夺冠。是打了谁夺冠呗？一般都是 A 啊，好吧。这俩都硬实力比较强。老爹。我觉得魏肯定是老爹，好吧？为啥？这个无话可说。为什么？老爹出来的呀，肯定是老干爹呀。他在老干爹的队友都是 AR 的人啊。哎，不会淡的呀，对吧？嗯。这淡不了吧？是吧，一哥？淡了，我没有人情味。人情味呀？没有人情味呀？那行吧，来 M 一支 AR 好吧，不是老干爹好吧？可以了吧？老干爹不是整个自己的队吗？是吗？我现在闭嘴了，玉哥支持谁我支持谁，好吧。陈宇昨天说的很对，最强要不要 AMP 和 OR 都没去 TI， 这届缺少看点。你说的对，焦哥。哎，感觉焦牙，焦哥去打这个比赛应该很强啊。反正中路对线打不过。给个免费的点赞和关注吧。